我是通过易管家平台的保险用户，我是菜鸟司机。当时是去 Sun Peaks 滑雪，开得很慢，然后就看着前面飞驰而过的一辆辆老司机的车，扬起各种小石子砸在前挡玻璃上，两个坑。去租车还车的时候被扣了一坑250，共500加币。多亏了易管家贴心的支持服务，理赔非常顺畅。2021年，我过得可谓非常坎坷，家里2次被小偷光顾，第一次房子处于裸奔状态，损失惨重。后来安装了易管家的安防设备，及时鸣笛示警和人工911，成功吓退了第二波毛贼，避免了再次惨遭洗劫。推荐大家都装一套易管家的安防设备，7×24小时响应。不仅能够发现问题，还能解决问题，妥妥的。我是偶然成为易管家用户的，机缘巧合的是，我的邻居老张，他刚好是易管家的几个技工。夏天的时候呢，他就提醒了我屋顶该做保养了，但是当时我觉得没必要，而且我想省点钱，而且我看下去屋顶没什么问题。结果下雨天的时候呢，家里就水淹七军了。然后呢，赶紧请易管家对我的房屋进行了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全面维修养护，房子安稳了，感觉连生活在里面的家人也都变得精神了。打理房屋，易管家是专业的，值得信赖。